天我要现在就出门了。Hello， 姐妹们，收到粉丝举报，这里有一家特别顶的烤乳猪，据说一只乳猪整整这么大，比我还重。今天我们就去尝一下，走。到了到了，哇塞，这家店好好看啊！啊，有预定吗？啊，有，我姓陈。贵姓呢？陈。你们两个好像在各说各的。免贵，姓陈。这个地方怎么看也不像吃乳猪的地方呀！哇塞，上面也太好看了吧！这个到底是喷泉还是漏水了呀？有宝贝来给我解答一下吗？今天坐的这个地方也有点大，吃完还可以跑上一圈，就是有点冷。妈呀，小哥哥也太好了，看我冷，他还给我点了个火。这今天乳猪还没吃上，先烤上我了。今天烤的不会是我吧？你好，小姐姐，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菜单。他们这个菜单都没有图哎，这属实是在考验我的想象力。哇，这里的小哥哥长得好有特色啊！没错，集美们，我又在给陈欧介绍对象呢。小哥哥，你有对象吗？没有对象啊。姐妹们，你帮我看看这个小哥哥可不可以？都直接给小哥哥整害羞了。啊，我要一个你们那的小乳猪，那个特别大那个乳猪。你再根据我的气质帮我安排几道菜。等菜的时候，哎呦，先来剥个蒜，再喝个小果汁。奶丝。你好，小姐姐，你们的过来来了。这啥呀？什么？就是你们的话来说是巧兵。我去，什么？巧兵。巧兵。后来我问了小哥哥是荞麦馍。先尝一下。哇，它就是囊。哇，这个吃起来味道是甜甜的。哇，好好吃。这就是我们那边的烤耳葵。什么？烤耳葵。哦哦哦，好，谢谢啊。不懂我也要假装我听懂了。那你这个先帮我打包一下吧。今天的这个菜名属实有点烫嘴啊。烫了小哥的嘴，还烫了我的。哇哦，这个是这种像虾片一样的东西，好酸！上面这个辣椒面特好吃，它是糯米做的。这也太大棒脆了，哇，好酥！你好，小姐姐，你们的自家来了。什么？自家。自家，自家。小哥哥，我怀疑你在骗我，但我没有证据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装，我直接这样喝就行。还是我帮你喝。你不要笑嘛，我真的我这样喝。小哥哥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正常人。哇，好好喝啊，比我上次喝那个蒙古奶茶好喝。这个就是奶味很浓的奶茶。那只烤耳块来一起吃。来，我们的这是绵绵冰。哎，这是什么绵绵冰？这是芒果绵绵冰。芒果绵绵冰啊，那芒果呢？芒果在小厨房里。小哥，你确定芒果不是在树上？什么？芒果在厨房，然后我的绵绵冰在这儿，这是什么操作？分家了吗？我这让小哥哥根据我的气质安排，这也整得太冷了吧？大冬天来个冰，哇，这样跟我今天好配啊！帮我拍张照。哇，太冰爽了吧！拜托，你这在干嘛？尝一下烤绵绵冰。不是在作死，就是在作死的路上。哇，慢慢吃着，奶香味还是很足的。话说这芒果还真的在厨房，一个都没有。把这些小料都撒上去。杨经理，昨天给我把整个留下的。哎呦我的妈！留下，留下。这来了个更烫嘴的，今天这饭吃的，我以为是我听力出现的问题。阿姨，你不要笑嘛。阿姨，你笑的也太大声了吧。真的不行，这么烧的这个羊要死，给超级烧的摄影师吃吧，你吃，这不来。像我这样的好老板真的不多了。我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你是来吃饭的，不是来做贼的。你们在看什么？我们在看。好家伙，都在看我的视频。别看视频了，看我。我就在你们跟前干什么视频呢？小哥给我点赞。这样的社死现场可以多来几次。猪来了！哇，这么大！谁是我的小猪猪？就是他了！妈呀！啊，这个头这样放。小姐姐，我帮你切一下吧。不用切，不用切，我就喜欢。对，我就这样吃。开吃了，姐妹们，今天来吃我的猪乖乖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吧！哇，这个皮好脆。由于你们老说我形容词不够多，所以我今天给你们来露一手。这个肉真的宇宙无敌超级非常好吃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也太香了吧！哇！集美们开始干饭了，艾瑞巴蒂 ，Let's go！今天
天我要献出我的初吻了。他嘴是挺好吃，这烤的有点糊了，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小哥哥，你帮我打包一下吧。好，谢谢哦，这个全部都要。好的，这个土豆也特别好吃，嗯，很绵。我的天哪，今天也是吃了打饱嗝的一天。这吃完饭还有饭后娱乐项目呀，第一次被这么多男人围着。